勇敢。这条线在你的脸的正前方，这样拿枪。我今天有看过，而且被子弹打到今天又超冷，然后在更痛。我第一次打，拿枪的方式，上档是被打的。美琪，这是军姐，很强，有往上打吗？对，我怕就顺了，我一个。神枪手看在这么重要的关头，演一个没有办法开枪的人。好，那你就尽量打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就尽量打。啊！是我先开。好，小安不要过分枪。都看不见，太雾了，砰砰砰，那超可怕的。他已经站起来了。好累啊！只是撞到那个树，膝盖有点痛。我刚刚打了一下，我假装要演躲，可是我是真的很认真在躲，因为太恐怖了。来。我刚那个 A 是这个，没错吧？没错吧？应该是平啊。我现在摸这里都还会痛，我想回去应该已经 OK 了。我你会觉得时间突然瞬间变得很慢，一直在想说教练到底要不要打到我，要不要打到我？没有人生跑马灯。对，但还好有命，然后所以我命都是一下的我。